4年前，我们从这儿启程前往兰州，开启了河西走廊之旅。今天我们同样从这儿启程前往兰州，开启我们的甘肃省博物馆之旅。这边是 T4， 如果下了这个快速公交 BRT， 想去 T3 航站楼的话，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乘坐免费的机场摆渡车前往 T3 航站楼。这次我们乘坐的是春秋航空，飞行时间大约是3.5小时。T3航站楼的到达厅的3号台是出租车的乘车点儿。同时在5号或者7号这对面呢，是前往厦门市中心的一些巴士，机场巴士。从这儿可以前往厦门市内邮轮中心、轮渡厦大白城、曾厝垵、塔头、黄厝、厦门北站，还有高崎地铁站，同时还有长途到漳州晋江石狮。9号口呢，正对的是网约车的上车点儿。如果跨过马路呢，就是停车场了，对面。厦门的 T4 航站楼是除了厦门航空、河北航空以外，国内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在这边。T3 呢是国际航班和厦门航空、河北航空的停靠点。这个贵宾室是安检外的贵宾室，我们称之为 CIP 通道。如果你有各大银行的高端银行卡，就可以在这儿候机登机了。如果赶上饭点儿，我们还可以吃下早餐、午餐或者晚餐。在休息室的公共区域还有免费的软饮、糕点、水果、咖啡，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取。现在我们准备要登机了。